蜜支那，缅语意为大江边的城市，这是一个被绿色世界随意包裹起来的城市，建筑稀疏而淳朴。这里的人民生活节奏缓慢和安逸，马路边偶然会看见顽皮的孩子骑在大象的背上，显得悠然自得。还有姿态万千的万佛寺，仿佛把远道而来的我们带进一个神秘的原始世界。而仅隔40公里的密松电站工地上，一分局的参战干部职工却由于汛期的马上到来，施工大干正酣。密松水电站位于密支那市上游40公里，是伊洛瓦底江干流开发的第一个水电站，电站装机容量600万千瓦，为目前缅甸境内规划装机容量最大的水电站。密松水电站是我公司进入缅甸市场的第一个水电工程，也是我公司中标承建的第一个业主为国内公司的国外工程项目。公司和一分局对工程建设高度重视，从多方面认真筹划，调集资源，力求首战全胜。一场实力的较量由此拉开。这是2011年5月14日深夜的一场大雨，像这样的大雨从每年的5月中旬左右就陆续开始了，一下就是4-5个月。逐渐逼近的雨季给一分局缅甸密松项目部700余名建设者带来了不小的工期压力。一个是人员怎么安排，一分局密松项目部的参战干部职工把市场当战场，紧紧围绕汛前施工计划，周密部署，昼夜施工，掀起了汛前施工的攻坚战。自施工进点开始，他们就加强现场管理，加大施工资源投入，充分发挥团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第一时间、第一速度展开多个施工作业面。在右岸沿江公路及施工区敞平工程良好履约的基础上，新年伊始，他们又累计中标密瓦公路、水厂、一号山包土建、左岸7号厂内道路等8个工程项目，合同金额5.5个亿。8个施工项目就是8个施工地点，施工战线进一步拉大，现场管理难度可想而知。并且所有施工工期均要在1年内完成，加上中间4-5个月连绵不断的雨季，实际施工周期仅为6个月，工期之紧迫在眉睫。水电人是压不垮的，只能会越挫越勇。他们研究制定详细的汛前工期节点，细化到每一项施工任务，加大各项资源调配，陆续进场，包括80台自卸车、20台帆船等300余台套大型机械设备，施工大干的高潮随即勃发。
师傅，这叫什么车啊？特雷克斯。咱们这现在有多少台呢？有15台。15台？对，15台车。这车大概价位是多少钱呢？180万吧。它这个放量多大呢？就是装载的量。啊，对。装载量基本上就是到20方吧。这车用起来也方便，不管是装载量吧，或者是就是速度，它这个车就耐造。最近有个口号就叫做抢抓网密工动，点亮一号山包。这个因为网密工动受这个先天不足，单价又比较低，粘线又长，结构物又很多，所以说它的工期是我们这个一个最大难点。一切从技术上啊，和物资供应上和人员上向网密倾斜，经过几位努力初见成效，整个网密现在这个路基这个基本上拉通。点亮一号山包，我们的主要议题就是一号山包地理位置险要，它正好在业主营地的对面啊，是一个制高点，再加上一号山包它的施工场面也很壮观，在我们前2个月努力下，现在提前整个覆盖层土方这个提前完成，所以说这一块是我们的亮点，受到了业主监理对我们那个高度评价。冲锋号再次在缅北大地嘹亮响起，天气的高温抵挡不住大家心中的热情，他们保质量、保安全、保进度，迅速形成大干快上的局面。白天机械轰鸣，夜间车灯闪烁，施工强度一天天攀升。一号山包土建工程总工期是12个月，这个工程突出的特点就是工期短，施工强度高，雨季时间比较长。那么我们已经做好了雨季施工的准备，对所有的施工道路进行了硬化，确保雨季能够进行正常施工。左右岸它这个牵扯一条伊诺瓦底江，主要是靠大船来渡来回的物资跟人员，相对来说是施工还是比较困难，包括各通信各方面电话也都不通，我们原完都靠的是这个对讲机跟左右岸包括项目部进行关系上的联系和疏通。主要就是地形就是属于那种原始森林的形式，所以测量工作前期是比较辛苦，全站仪在里面根本就是不通知，所以后来考虑买了一套 GPS， 但是 GPS 在里面呢也是信号不好，很多地方就是接收不到信号。前期工作测地形的时候，主要是就是这个帆船得在前面清，我们人在后面指挥，边清边放线，然后清完一段，最后这几个帆船在后面再跟着再扩展，这样之后然后再开始测地形放线，这也比较这个比较辛苦一点。我是负责技术和质量这一块嘛，主要是我是从技术这一块尽量是把这个工序复杂的还有就是施工难度高的尽量去进行变更，把它简化，节省了工期，也减小了施工难度。参加这种国外这个大的比较点项目，以前一直也没有干过，这次来在局里边领导们项目部这有力指挥下，我们也有信心有决心在这大干一番，一定要干到底。抓落实重在健全机制，一分局密松项目部下设右岸公路、一号山包、密瓦公路3个现场管理部，
他们大力营造比学赶帮超的浓厚氛围，比质量保精品工程，比安全保安全工程，比进度保年度目标，施工形象一天一个样。提高施工管控力，就要完善各项规章制度，提高项目的软实力。他们坚持创建精品和预防为主方针，加强对职工的思想教育，组织各协作队伍及面积劳务集中进行技术、安全等培训工作，质量、安全各项指标严格控制在允许范围之内。为加强管理，有章可依，他们事先编制项目管理手册，对项目管理的方方面面进行细化。施工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他们攻克技术难题，制定降低成本的技术保障措施，安全质量无差错。为发挥机械效率最大化，他们合理使用机械设备，严格统筹施工机械的布置和使用时间，制定材料出入库管理办法，明确材料、机械、设备、工具台账，分析成本，避免浪费。它是有多少？它的一桶？它一桶五升吧？啊，五加仑。五加仑。对，一桶五加仑。你这都不钱了？哦，带五千的好一些。别管比较大的。把咱的车加满，花了这个缅币七万五。能不能这个五升？啊，是缅甸水，缅甸水。谢谢。缅甸施工物资匮乏，大部分施工物资都要从国内进口。腾冲办事处作为施工一线的加油站，负责项目物资、设备采购、人员进出境管理等，工作流程异常繁琐。他们不等不靠，结合实际，积极探索，努力攻关，为施工生产的顺利进行提供保障。我带你们参观一下我们的腾冲办事处。我们办事处现在工作人员大概有12-13位，他们主要是负责我们的后勤保障，还有物资通关，然后以及物资设备的所有采购进点，是保证我们工地里面所有的后勤保障和物资供应。你帮我提一下好不好？四分的水泥好不好？好，好，好，谢谢你啊！好，好，好。打扰杨经理，每天这个这么大的工作量，跟我们简单的谈一谈你们在这儿的这个通关这个繁琐的这个过程。这个通关这一块目前还是比较好的，虽然中间有一点点繁琐是吧？但是我们都能及时保证供应工地上的一些需要，确保工程顺利进行，好吧？我们这边人都是有这个信心，把这个工作做好。确保我们那个工程顺利推进，为下一步在缅甸市场进一步扩大，我们有信心。负责就是这个劳资这一块，还有这个办公啊，这个采购，还有这个啊这一块工作，还有办公室接待这一块啊，是这一方面工作也是刚接触，是慢慢学习，慢慢去提高。我在这块主要是负责财务这块工作啊，这是第一次接触这个户外工程，而且有非常的特殊的地方，工作安排好，保证企业的这个财务这个核算这一块，把这个工作这个干好，这个啊。你好，你现在正在做的这项工作是什么呢？复印他们的那个通行证，登记一下。登记一下。嗯。这套手续繁琐吗？平时一天。嗯，还好啊，就是为了方便以后好管理一点嘛。好管理一点。嗯。那系统。哦，这是边境上。嗯，就嘛个腾冲客家嘛，用嘛，还得，欧文要出来嘛，老他的大文呀，有他的吧，我现在主要就是管这个绿卡这一块，包括它的办理延期，还有它的那个就是申请月报、周报这一块。这个呢，就是一个它的就是。上报重新办的一个汇总表，它这个比较繁琐的，而且它要求比较多，一次一次的咱就改了好几次了都。
然后总共就是400来个。这个呢，它就是一个个人的申请表，像这个，它要求有照片，就是格式都有很明确的规定的。我平时的工作主要是做那个物资通关的，就是每天去缅甸海关，就是有物资要进啊，或者人员要进啊。现在就是关键是我不大会说缅语，因为到那里就是有时候语言不通，这是最大的困难。但是呢，就是他们也会讲一部分中文，也会讲英语，所以我们有时候用英语沟通。有时候可能会打手势。对，肢体语言也可以。好，谢谢。没事。随着工程的逐步推进，他们今后的任务将更艰巨了。但是我，在这里保证，我们会在我们杨经理的带领下，会一如既往的去努力，去把工作做好，为我们的缅甸项目添砖加瓦。快乐的学习，快乐的工作，快乐的生活，是每个人追求的人生境界。在密松电站，项目部着力营造带着快乐去工作的施工理念。青年职工作为施工一线的主力，他们素质的高低直接关系着施工生产任务的完成。项目部高度重视对青年职工的培养使用，采取以老带新、一帮一的方式，让他们尽快掌握施工技术规范和操作规程，敢于给重任、压担子，使他们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在这种舞台上成长成才，他们感到珍惜和快乐。我是2009年从吉林建筑工程学院土木工程路桥专业毕业的，然后是去年10月份到的缅甸密松项目，这也是我第一次出国，然后第一次离家这么远，然后第一次接触水电施工。来这儿之后啊，我很感谢的是这边项目上的领导还有分局领导，一直就是不断的鼓励我、包容我，告诉我该怎么去做，让我最起码从心理上没有太大的负担。给我分了一个非常好的老师，他在生活方面、工作方面对我都非常照顾。在我们步入社会之中，能有这么一个工程，对我们以后，包括就是以后这门行业，都有很大的、很大的好处。办公厂区是整齐划一的活动板房，花草锦簇。工作闲暇之余，项目部爱美的姑娘们穿上缅甸的服装，谈天说笑，放松身心。只要你喜欢，项目部篮球场、羽毛球场、职工娱乐室应有尽有。项目部设立医务室，全方位为职工健康服务。缅甸蔬菜少，职工食堂从国内运来茄子、豆角、洋葱、南瓜等蔬菜，尽量满足职工口味。当前，一分局密松水电站工程的进度、质量、安全、文明施工始终处于国内各参建单位的前列，得到业主、监理的肯定和称赞，也为公司进一步开拓缅甸市场奠定了良好基础。我们11局对这个现场安全施工这块是非常重视的，并且做得也非常好。为了确保这个工期顺利完成，11局全力以赴，按照这个合同节点工期要求，把这个施方开挖完毕，为密松水电站主体工程开一个好的开端。你们十一局啊，也是我看在眼里的啊，是克服了这个雨季长、雨量大、征地民这块因素比较多，也比较复杂啊，能在这种环境之下，能克服这么多困难，能努力把工作去做好啊，我觉得这就已经很不容易了。我们领导还是相当满意的。
划装机容量最大、第一个进入缅甸市场的水电工程、第一个业主为国内公司的水电工程，诸多的第一给项目施工带来许多未知的困难，也让参战干部职工倍感任务的艰巨和使命的光荣。我们这个向局长、向局领导保证，我们一定会进一步适应和熟悉缅甸的市场、缅甸的环境然后克服一切困难，保证按期、确保质量、确保安全，完成各项任务，同时取得最佳的经济效益，为我们下一步在缅甸市场、扩大缅甸市场长期战略合作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我了解你的青春岁月，不属于风花雪月，我了解每逢佳节你尝遍世上离别，我了解身材小风寒夜，你内心一腔热血，我了解为了梦想你决然独守长夜，平凡之中你是英雄，你的寂寞也许没有人懂，可你的爱早留在山水重重，留在山水传颂，你的光荣永留在大地苍穹，留在大地苍穹。我了解身材小风寒夜，你内心一腔热血，我了解为了梦想你决然独守长夜，平凡之中你是英雄，